今天来坐一趟很特别的一趟列车啊，大家看一下，看这个车头就感觉不一样，对吧？看一下，特别吧？哇，这种装修的是吧？回到了南湖1921，相当于100年前的样子了。 这里还可以买明信片的，这样，像我们这么多人，你要搞一个，就是说你平时你坐一个人的话，他们愿意。好，谢谢。送了一张明信片，这个是嘉兴火车站老站房。 对面是南湖红船和中共一大会址。从上海西站。 已经到了嘉兴站啊，这个是嘉兴老火车站的老站房，和刚才那个铁路上面送的明信片上面建筑是一样的，看一下啊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见。